说到 PSP 上面卖的最好的作品，大家一定会异口同声说是《魔物猎人》啦。而这一款游戏呢，不仅是它周边产品卖得好，就连游戏里面的可爱角色爱露猫，现在呢都要推出自己的专属游戏作品喽。所以你已经屠龙屠到有一点失去耐心了吗？没有关系，可以换换口味，玩玩这一款《魔物猎人日记》，暖乎乎爱露村，放松一下心情也是很不错的哟。Capcom 公司的超人气大作《魔物猎人》，受到欢迎的可爱角色爱露猫即将推出专属游戏《魔物猎人日记：暖乎乎爱露村》，以可爱 Q 版的风格来呈现爱露猫的生活点滴。游戏中玩家可以体验爱露猫的各种生活模式，包含钓鱼、种菜、挖矿、捕捉昆虫、挤奶等迷你游戏。轻松的风格可以让玩家忘掉烦恼，当然玩家也能四人组队一起冒险。而因应游戏的 Q 版风格，就算登场的敌人也都变成了搞笑造型，组队战斗的过程也以轻松诙谐的方式呈现。玩腻了打打杀杀的狩猎生活，可以改玩玩这一款《魔物猎人日记：暖乎乎爱露村》，放松心情也不赖哦。